个人应负担的医疗费用，应报销的医疗费用由医疗机构与医保部门直接结算，参保人员医疗费报销时间由原来的几个月缩短到几十秒钟，个人应报销的医疗费用做到了零垫付。持卡就医后，社保卡可替代各医院的就诊卡，实现参保人员就医一卡通。此外，医疗费报销便捷，也使得单位负担减轻，门诊医疗费用也改为网络审核系统实时报销，降低了社保基金的风险。据悉，西城区将发放社保卡60万张，开通定点医疗机构97家，试点工作预计于11月底前结束。11月初，除北大医院、人民医院、积水潭医院、二炮总医院4家医院之外，其他12家二级以上定点医院也将启动持卡就医。11月下旬，西城区所有实施持卡就医的定点医院全部启动，到11月底试点结束。另据了解，其他区县将从明年开始滚动推开，预计明年1季度启动东城、崇文、宣武3个区，2季度启动朝阳、海淀、丰台3个区，下半年启动其他区县。明年年底前，全市18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1000万参保人员将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随着天气的变化，这些天普通的季节性流感发热人数有所增加。我们的记者去了一趟北京朝阳医院，一起来看看那里的情况。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医院发热门诊，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前来这里看流感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加。由于甲型 H1N1 流感症状与普通感冒相似，来到这里的发热患者会经过排查确诊，如果是甲流患者将会被隔离并移至其他定点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据医院介绍，目前前来就诊的患者当中绝大多数为普通的季节性流感患者。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各国继续加强对于甲型 H1N1 流感的监控，并敦促北半球国家为第二轮流感爆发做好准备，因为根据现在的传播趋势，许多国家的大量人口都易受感染。这些天甲流疫情也呈上升的态势，尤其是中小学生，他们又处在学校的聚集场所，交叉感染的几率增大。学校的甲流防控情况如何呢？这里是北京日坛小学，每天早晨学生们进校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测量体温。学生们到了教室之后，班主任老师的首要工作就是检查学生带来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日报表。这张信息表由家长填写，记录了学生每天在家的身体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目前出现甲流和季节性流感的双生态势，发病以39岁以下青壮年为主，学生占80%，多数是中小学校聚集性病例。最近几天，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欣赏秋景，观赏美丽的秋季植物，欣赏秋天绚烂的美景，实在是一个不错的好时机。白蜡、栾树、椿树挂满了金黄色的叶子，火炬树、元宝枫透着淡淡的红晕，一阵秋风袭来，金黄色的叶片飘落林间，秋天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人们身边。百望山公园拥有西山千亩。